如果有一天你坐在飞机里，突然看到舱外有两个人跟你一起飞行，那会是什么感觉？近日，两位来自迪拜的飞行狂人又一次将飞行定义到了全新高度。飞人罗西和初级飞人文斯在迪拜上空和世界上最大的客机空客 A380 联袂共舞，两人的飞行时速达到了190千米，飞行高度为1200米。乐视体育整理报道。海内存知己，朋用电视家，扫码下载电视家 APP， 开启多彩视频生活。